是吧？啊，我现在开始拍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拍啊啊啊！拍你啊！啊啊啊！好，对啊啊对，嗯，拍他。什么事？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哈。这个不是男人。今天有很多话跟他多聊聊，跟你讲。啊，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不是没有什么情况，你接受我好吧？你跪下一下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啥的呀？我是他男朋友，我不求婚的吗？这是我男朋友。这是。哥们儿，你跟我说句公道话，说明白跟小黑，记着我说的话，你刚才说的话记着不？怎么没法说？你给我说一句话，说句公道话。你看俺俩谁跟他更合适？你现在这关系到这是爱，还能问？不是。